请问你想吃些什么？给我来一份 I 套餐。老板，那位小朋友点了 I 套餐，给他上吧。老板， I 套餐是您为那些有困难的人提供免费餐食帮助而制定的，可是这个小朋友一看就是来占便宜的。谁还没个难处？也许人家是钱包丢了。别忘了，我设定 A 套餐的初衷就是不看穿着，不问原因，只要点了 A 套餐，咱就免费提供餐食。快去吧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小朋友，你身上没有带钱吗？有的啊。带钱了你还点 A 套餐？带钱了为什么不能点 A 套餐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哼，真没见过这样。老板，这是我吃过的最有爱的套餐，我也想为这个套餐付出更多，希望这个爱套餐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